迎大家再一次来到金丝 Camera Life， 我是静。那节目开始之前，还是希望大家把签到两个字打在屏幕上。那片头大家有看到林林总总的一些这些笔刷这种类型的转场效果啊，那因为我陆陆续续推出了很多的转场效果给到大家下载，那之后的话有大家在这个评论区或者是留言告诉我，就是希望能够获得这种笔刷这种类型的转场效果。那今天的话在片头展示了一些，其实一共有10个啊，那片头的那只是一部分。那大家下载之后怎么去使用它，这个视频我会有一个详细的录屏的一个讲解。那具体下载地址在屏幕下方，大家点开之后可以去下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下载包你下载下来之后解压是需要密码的，密码我会在影片的最后告诉大家，所以你要把视频看到最后。好的，那接下来就为大家先展示一下怎么样去使用和怎么样去达到一个这个转场的这种效果啊，笔刷转场的效果。好的，那我们下载好这个笔刷转场效果之后，把它储存到你希望的一个位置，然后要解压啊。那解压的话是需要输入密码的，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片子的最后，我会在最后告诉大家。好的，解压出来之后大家会看到是一些视频文件。好的，那以这两个片段为例啊。好的，那我们因为不需要声音，我们先把声音去掉。那这个无所谓，如果你需要声音也无所谓哈。那我们把第一个这个转场效果这个片段拖进来，放在你的第一个片段的最后。好的，我们把它的这个大小更改一下啊。然后你需要把你第二个片段放在这个转场效果这个片段的下面和第一个片段最后的上面，然后剪切一下。我们去搜索一个效果器叫做动态遮罩啊，把它放到你的视频片段上面，而不是这个笔刷效果上面啊。选择 Video 3， 选择 Matte Numa，那你就会得到这样一个效果。我们来看一下，还可以吧。好的，那我们其实可以再做一个片段让大家看一下啊。好的，那以这两个片段为例，同样我们选择第二个转场效果进来，把它放在你的时间轴上，上一轨啊，然后把第二段素材放在这个时间轨的下面，剪切一下，多的拉下来，然后同样这个动态遮罩，然后选择，我们先把它的大小先改一下。好的，动态遮罩里面我选择 Video 3， 然后 Matte Luma，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好的，那所有的这些效果就这样去操作。那你下载下来之后有10个片段你都可以这样去做。好的，大家看下来其实还是算挺简单的吧啊。那因为之前我有提供林林总总的100多种转场效果，这个相对于其他的那些来说算是最简单的了，因为其实你只需要添加一个效果器就好了啊，得到一个这种合成的这种效果。那就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那片头跟大家说的这个下载包，你下载下来之后解压的这个密码在这里。好的，那就希望你能继续支持我的频道。那如果喜欢这期节目，希望您能一键三连，那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我是静，那我们下次见，拜拜。